你讲的一句话，人家那个相信你，这个就是个事业的个基础。在这个之前，你要相信人家，说没有都有。我这个公司，当然不能升大了。我现在有375，400万吨，375万吨吧。对。现在我们太南集有四百万吨。48万吨的话，有20绿条村，400村大，我想在这个 Black Cattle 里面，我们恐怕No.1了，可以说，在哪个阶段呢？可以说，因为我们 Private dry box specialized Number One World Number，可以这么讲了，不过我们不以此为荣，我们不以此为重，我们顶主要的要希望能够帮人家服务，现在我们有20绿条村，有400、400万吨村，我们从来不向银行借钱的，只有银行跑到我们这里给我们钱的，这个很少的，很少。第二个，我们造村，先付钱再造村也很少的，很少很少。第三个，我们公司。在本公司有人的话，我们有香港公司，我们有上海公司，我们这里的公司城比人多，城啊比人多，而且这个人呢都是几十年的，所以这几点有跟人家不同的地方。那么我现在再讲讲这个安吉拉，因为这个老大很好，可是他不想做，老二也是不想做，老三。做了几年也不想做，因为这个那个时候彭塔基把他抓去当这个 Governor Pataki 当这个厅长去了，那也走掉。老师到律师的他也不要干，老五的去念 PhD 去了。那妈妈就跟他讲了：“老六啊，你不能跑了，因为下面没有。”所以他很有心思。他就是一到哈佛了之后啊，他就准备预备进这个公司。他在哈佛大学里面念这个 entrepreneur 的 course，他到了这个 HBS 哈佛 business school， 他就做这个 shipping 的 course。他现在这个自己做的两个哈佛大学，你晓得他是没有这个 textbook 的，都是 case 的呗。他们的 case study 有两个 case study 是安吉拉做的，一个 case study， 其中只有一个，两个，现在只有一个，这个 case study 是他们比人我必须苦，就是每哈佛大学比人苦，其他许多工商管理学校的也拿他做一个，这个是不简单。It's a required case in the first year required curriculum of the finance department. What's the name of the?The case is called Ocean Carriers. 所以呢，那我想，所以我这两个旁边呢，所以我们跟哈佛的关系是特别的，哈佛他们有时候有顾问团非常重要，等于像这个是，trustee 一样的，晓得。我们家里面呢，这有两位，实际上面有三位，他的先生也是。你要，我要不 mention 了。这个一般人从学校毕业以后20年，我们赵小兰15年就当，因为15年的时候他当副部长，所以他当了这个。我们安吉拉11年 ，11 years became the。我也有这个需要啊，譬如讲，这个在，这个在台湾，在台湾，这个我跟蒋经国先生，蒋经国先生也很熟，因为我认识蒋经国先生都是在他家里面，在瓷器家里面，我想蒋经国先生在，三本好在，第三本的第六页，就是他跟我们的合作，加一个相片在里面，为什么呢？我那个小的时候放一起玩，我去拜访他的祖父，拜访他的妈妈的墓，茅台夫人的墓，
他刚巧来，我就跑上去，我请他拍个照，拍好照了之后，刚巧第二天做了海静人，就是在宁波跟上海的，我们两个回去，他就召见我，他告诉我，他说你很有希望。我也不晓得那个时候希望是怎么样的希望，那个时候一局四局也打得玩得一塌糊涂，跑来跑去的时候，所以到了台湾了之后，陈小艺你们听到过，陈小艺他第一个来找我，因为要照这张相片，因为蒋经国离开这个家乡的时候匆匆忙忙，没有一张相片的，所以他死去的我结果抓到两张相片，一张是老一辈的，一张就是我，这个是1949年的事情。那么，这个到了这个，解放之后，我就到台湾，到了台湾，台湾了之后嘛，这个我有了这个机，因为我爸爸在那一边，我爸爸在大陆上面，所以呢，我是一直对政治没有兴趣。共产党也拉我的驾照党，我也没有驾照。国民党要求我驾照，我也没有驾照。一直等到1958年，这个我打开去参加这个考试，参加这个特种考试，其中一门三民主义，这个一定要考的了。人家三民主义考60分、70分、80分了不起了，我考的98分。三民主义啊，我考98分。那个时候李焕，他是这个是蒋经国先生四大将之一，他就来找我，他来找我了之后，他说你这个不是这个党员，怎么你考得那么好呢？他就叫我要加入党，那么那个时候我就到美国来了，所以也没有加入党，就这样子过去。那么到了台湾了，到了大陆呢，有关系是这样子。我1972年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在打文化大革命，可是呢，这个尼克森总统，把这个中国开放了之后，我第一个就跑进去，我第一个就跑进去。那个时候跑进去的时候，非常是叫私囊探母。因为不能给这个台湾知道的，给台湾知道，尤其是蒋先生，那不得了的事情。所以我就1972年，我退了进去。这条路线跟这个按照这个开始就是路线完全一样，所以有的时候跟他讲啊，我说你帮了我很多忙。第一个，你把中国的门打开了；第二个，你走的路线，我就是跟你走的路线，把我妈妈接出来。我1972年年底。到中国去，1973年，他们就把我妈妈送到美国来，这是第一个，没有的。就送出来。1973年送到美国来，那么那个时候呢，因为什么呢？这个也有个原因，这个两个大学在中国起很大的作用，一个清华大学，一个交通大学，一个交大，那个时候所有的交通部的人。都是交通大学，渔联部的人都是交通大学，那个时候我是比较起来活跃一点，所以就是同学在那一边，就进去了，所以人家讲这个，我是这样子的关系，就不求你。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我太太的意思，我们就是。希望能给也这个主给我们那么的多，我们要跟大家分享。可是他过世之前，我们都不声不响不讲的，大家都不晓得木兰基金会。可是实际上木兰基金会现在已经5000个学生受到恩惠。那么他过世了之后，那么就是你们《世界日报》的官方，也是你们的关爱。但我们的这个家里的亲人比较起来多一点，以前只有小兰，没有我们家的。那么那个时候我们就是木兰基金开始。那么他过世了之后呢，我们就是跟哈佛去接触。
那是后来我过去他们不太太故事后来七年故事后来七年的时候七年要做故事之前我们就有两个计划啊就一个呢在上海国内国内我们帮到两个学校一个就是海事大学一个就是交通大学都做了个表达的表定那么美国呢我们就是对中的这个哈佛大学不过哈佛大学有点不同你要就去给他他不一定要要的、哦、啊他还要考虑一下、嗯、因为他要经过所有的这个门口的通过因为感觉到这个钱是不是可以收、嗯啊、那么感觉到最后的感觉到我们的捐的钱都是非常啊都是为了proper、嗯、啊所以呢这个2007年开始一直到2014年才发表、嗯、是不是哦，那么久的时间啊，他要检查、调查的。哦，啊，不是你给他是要要的。嗯，对吧？那么结果呢？因为一方面这个也比较特别。嗯，这是第一个。嗯，有女人的名字，女的名字。嗯，因为那一年是哈佛大学这个工商管理学院这个招收学生的50周年。嗯嗯，招收女生的50周年。所以意义特别深远，也就是哈佛大学375周年的这一年纪念，所以他们一起庆祝，在庆祝的过程中间，这是一个，其中是一个 project， 呀，所以我们是非常幸运，哈佛能够接受我们。这个呢，很不幸的，我太太不在。啊，其实呢，这都是他想出来的，安排的啊、嗯。我记得他记得有几个字，嗯、啊，第一个，啊，按时食粮，按时食粮，不要给他肚子饿、嗯，也不要给他吃的太饱、嗯，啊，按时食粮，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因材施教、嗯，我们家里面6个小孩子。他们有个人的特别的发展，他在政界上面，他在商界跟着艺术界上面，啊，商业方面、经济界方面，他非常发展。啊，譬如讲我这个，第三个女儿，她是法律方面的，啊，以及她是GE的这个代表，那个我的老师，他是研究考古学的。嗯嗯，啊，老师考古学，老二 unfortunate 呢，他是心脏病找的故事了、他是搞这个自然方面，所以高三的兴趣都不同，就是凭着因材施教，让他们自己去发展。我们从来没有迫使他们，我们只是跟他讲，你到外面去，不要怕，不行回来休息一下。再出去，啊，这是我们给他们的鼓励，啊，就是这样子。刚我想应该回答你刚才一家，你讲增长都有关系啊。这个呢，这个不是我是追求的，这是不是个因，啊，乃是个果，啊，因为什么呢？我对大家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中国一句话。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还有一点呢，我是有我于老，及人之余。老吾老，以及人之老。